Melody Joyce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Katy 十号以南的非常不错的一个社区，税率呢比较低，税率只有 2.61， 物业管理费呢是800一年，而且学校也是非常不错的哦。如果大家对这样的地段感兴趣的话，请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小区靠近十号公路，到中国城29分钟，到市中心37分钟左右，是个大型的规划社区，面框是70尺的。这个户型面积是3300尺，四房三卫三车库，是个大平层，价格在60万左右。这个70尺面宽的就剩最后几套了。小区的地税是 2.61， 这在新房普遍都是 3.5 左右的 KT 来说是非常低的。物业管理费呢是800一年，学校也是非常不错的，8分、8分、6分的。小区还有60尺面宽的产品可供选择，小区的配套是非常完善的，有室内健身房、水上乐园等等。如果你对这样的地税比较低、户型也比较好、学校也还可以的感兴趣的话，要赶紧行动哦。在 KT 南的新房是越来越少了，如果喜欢的欢迎添加我微信哦，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。透破血流也靠不了岸，在乘风破浪时大声哭大声笑，满天星辰都与我作伴。我山川和四季变换，我毫无防备就登上了这艘船，头破血流也靠不了岸，在乘风破浪时大声哭大声笑，满天星辰都与我作伴。我毫无防备就登上了这艘船，漫步孤身却望不到岸，千条水和万重山。
真漂流，再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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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漂流。